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就是一个人每一念的选择不同，爸，都会造就一个不同的世界。爸，这小孩谁啊？知道啊。所以准确来讲，我们不是到了过去，爸，我是你女儿。我们是到了一个平行世界。 就你想有个家这种心情啊，我可以理解，我感同身受，我都感动了，但我真不是你爸。你是。在草莓世界里，我爸从来没有留过这种长发。在知识世界，我是裴之。林朝夕，你真的是大人吗？草莓世界知识世界，你们真会请人才。 你说我们还回得去吗？我做过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咱俩是父女，所以我了解你的一切。那就是前半生自以为是的天才，见过。 我叫林兆生，是你爸，以后我照顾你。